你好，冷不？不冷，我给你拿个衣服穿上吧。我给你拿个衣服穿上吧。我给你拿个衣服去，好不好？我给你拿件衣服，我看你咱有爱心人士捐助衣服，我给你拿一件。你这饭凉了吗？饭凉了吗？你能不能我这样说话，你能不能听懂？我跟你说话能听懂吧？不能。是不是能听懂一点点？我跟你说话，不能是吧？不能，把这筷子放下。这个饭还能吃吧？哎，可怜的大姐，这就是爱心人士捐助的这些衣服。感谢这个大姐经历了什么？嗯，我们的爱心到哪里去了？饿了吗？辛辛苦苦输了点，慢慢吃，慢慢吃，还有好多呢，还有好多呢，慢慢吃。坐下吃也可以，你坐下吃，坐下坐坐在床上吃，坐在你的床上吃。喝水吧，不喝是吧？不喝水。上上上上上。喝点水吧，我给你弄点倒点水。大哥，我就几十年吃你，几十年我跟你几十年呀，五哥。我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可是这上你了呢。哦，好好好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好。几个孩子？八个，一七个男孩，一个闺女。那要是再有了，那还要不？要，这个有都要，再有几个我也不嫌多。还能再要几个？要三个、两个、三个、五个的，可能现在小孩还能多了吗？最高能要多少个小孩？你妈十个二十个的，他只要能生，我还慢慢的能养。那你今年多大了？我今年56了。56了，再来10个8个的，你都得60-70了。那可不。这个小的最小的多大？最小的1岁，咱8个月了。哟，那等到他长大的时候，你都80了。那都得70-80了。那你不担心孩子以后咋弄吗？这个不要担心。到大了，他该有媳妇有媳妇，不该有媳妇他肯定没媳妇。那你觉得这日子过得可苦难不难？苦是苦的，难是肯定难。那你多长时间能吃一回肉？我还不记得多长时间能吃一只肉了。咱那么大的勇气要那么多小孩？喜欢小孩呗。不是喜欢小孩啊。30没结婚，人家都看不起咱。然后你想要孩子啊？要了几个了？现在要了八个。几个男孩？七个男孩，一个闺女啊？得有压力吗？那个？哎呦，大了谁大呀？老大叫啥？香港。香港。嗯。老二呢？香港。二叫航天。二航天。航天。香港航天金山银山银行国库。国际闺女叫郭一峰，借钱没钱，俺也得叫孩上，都供俺孩上学，只有知识才能把这命运能改变。大孩子家里这一家人一月开销得多少？一月开销了小孩吃饱就行。我都不相信，但是八个孩子能不出一个有本事的小孩嘛，反正身体不太好，就是。好睡点，平时一天三顿我都照顾他吃喝。其实说实话吧，我拉了八个孩子，跟拉了9个差不多。他妈妈我得正正的照顾他，从心里、内心的感谢他。哎，孩子妈妈是在我家就算第一大功臣。Thank you.
不可能我老了。嗯。想事儿还是不脑袋啊？嗯。就是回来给他，那他要好好的，我给他洗洗头，他能当洗。怎么还是不当洗？我到元旦的时候给他洗洗头。这个时间还不用不用啊！哎，这就现在这就挺好的。龙阿妈，让我摸，我给他洗洗头吧。时间不要了，哎，哦，这个时间的不要啊。早上，哎，你看那小女娃，给他要啊。大家现在别看法条，你现在看着我，我想问你，大家觉得买一个女的多少钱？哎，不，买一个女的多少年，判多少年？你感觉一下应该判多少年？判多少年？你看，有同学说无期，有同学说3到5年，还有同学说10年。那你现在看法条，啊，241条。买一个女的最高判几年？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。所以女同学，3年，来给我来一答，那也是几年？3年，因为同种数罪是不并罚的啊。所以我经常上课的时候讲啊，我买只鹦鹉都判多少年？都是5年以下啊，两只鹦鹉就几年了？5年以上啊，因为叫非法买卖珍稀动植物制品罪嘛啊。20只癞蛤蟆都多少年啊？都是3年以下。所以大家觉得一个女的其实就相当于多少只癞蛤蟆啊？20只癞蛤蟆啊，你连鹦鹉都比不上啊，因为鹦鹉都比你贵啊。